早安，早安！今天来到第二天，是我们的，今天是年初几？年初八，是我们的年初八。Hello， 新年快乐！记得。你好，今天靓仔了哈。看到你，我妈妈生你过来哇。哦哦。哎呀，嘿，你好。哎呀。啊。我现在来到西联 Market 的楼上吃烩饺，吃这一家的烩饺。因为我妹妹说这一家的烩饺是她的一个记忆来的，是小时候常常来这里吃烩饺。这就是他们说的烩饺，然后因为里面是有一些猪肉，所以我是不想吃，我不吃猪肉，所以就他们喜欢，尤其是这个非常喜欢猪肉。吃一口，我们小时候经常来的 market， 西联 market， 然后这里就没有变，还是跟以往一模一样。妈妈刚才说要买几件衣服回去，因为这里有她喜欢的衣服的 size， 然后都很经济。诶，对啊，西联的东西都是很经济的，比起在西马。在表姐家拜年，然后有很多特产，包括这个。欢迎讲几句。这个猪啊，这个猪的，其实我们那边也是有卖，不过我是没有去找那个东西的。你是猪？到了大舅家，好，现在继续拜年了。哎 ，Thank you 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Thank you。还叫你不要？啊？啊，送货啊？叫点人？大下人啊？不是啦，不是安太凉啦，四十人啊，新年快乐，新年发财！不是安太，要去二舅的家看一只猪，因为我妹妹很喜欢看猪。这个猪啊？这个是母猪。我还没吃黑猪嘞，这里像一个非常小的动物园，你有看到那只猪吗？哇，猪！风铃。哇！不然它会被攻击人啊。好像还有鹅在里面是吧？细条。鹅啊！哇，火鸡啊！风铃，来来来，你看，快点！火鸡啊！等一下，我手机掉下去。老了，火鸡。老了，火鸡，那是新的。你看看。那我们来说几句。是每次有看到，但是这一种的火鸡还是第一次看到的，很特别啊！这个。很像孔雀，长得非常像孔雀。小心哎！很久没有喝水了，因为它很渴。我要去接你们，月光姐姐。对呀。这还是树叶。
对，幸好我在老家。然后我还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常常在这里玩，然后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来这里钓鱼的时候，然后这里好像以前是妈妈的鸡园来的，有围一个屋子给鸡住。然后我以前跟你讲，就是在这里玩那个火蚂蚁咯，以前得空没事做的时候，拿一个这个树枝，然后就这样滋滋滋，这样滋滋滋。嗯，然后以前就睡这里啊。看出来那边还有，我记得那边还有一个鱼，一个池来的，然后以前常常钓鱼的，在这里有两个池。哎，那个是哪里的？这个是去甘榜的。我知道，可是那个这个稻田来的，没有人的。那个是荒废啊。对，然后这个地方是厕所来的，厕所现在没有了。然后以前这里是冲凉的那个，现在没有了。现在猪猪就没有掉。我还记得当时就是在这里拍那个鳄的照片，就是在这个角度。当时是我忘记，然后我当时不是有讲过我们，就是这个轮子咯，它不是拖出来了，然后就是拿着这个轮子在上面滚。以前的童年就是这样过了。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玩的商店32里，哇，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永远都不会忘。我还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常常在这里买那个小小的谷粒，现在没有了。你刚才买的店吗？咖啡店吗？哇，还是甘榜的春节比较浓。味道比较浓。吃了拜年了，这是我们舅舅的家，然后哇，很乡下的生活是比较舒服的，然后旁边都没有像城市这么繁忙。现在是大顺风车去店，那些 video in。来 YouTube 呢？我了。第三你说 YouTube。来，我妈妈。阿东。现在是搭车去32里买的东西，买炭还有一些材料做 BBQ 的。我很久没有 BBQ 了。好多年没有 BBQ 了，然后我觉得，这次回乡，有机会 BBQ， 真是觉得很特别的一次旅行。因为在城市只是能够买到 BBQ， 很少有亲自自己制造的，好，这次就有机会自己 handmade 自己 DIY 的 BBQ。你好像看 video 呢，戴浪布，戴浪布，浓浓的新年气息，这是很非常优雅，又在外面吃东西。这一餐就圆了我多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虽然不是很团聚，因为还是有一些家庭成员没有办法出席的，但是已经是很满足了，已经能够有今天这种机会，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然后都是希望，今后的每一年都有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团聚，然后开始上菜的那一幕，我是觉得哇，今年新年过得特别的有意义，真的。2019年，我觉得是我的一个，虽然是我的本命年，听说是一个非常对我而言是非常一个不好的一个年份，但是我觉得不是啊，今年新年过得特别的有意义，特别的开心，尤其是有他们在。
Saya sudah kenyang. Masuk. Ai Chen,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晶晶，哇，很美啊，你很大，很美啊，大美女啊，哇，差不多一样高了，哎，太好了。你好，你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来，我操！所谓的团圆就是全家坐在一起一起一起。可以。ini banyak kamera sih, banyak wartawan sih. Kita akan buat satu foto besar. Kita akan bersama mereka membuat satu foto besar. Bukan satu foto yang benar-benar berkumpul. Tapi sudah cukup puas. Karena ini adalah beberapa tahun saya mencapai satu keinginan kecil. Dan tahun ini bisa mencapai sangat sukar. Dan saya harap setiap tahun kita akan mencapai seperti hari ini. Okay.你就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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